店里制造了。你好，我是本次太空放风旅程的特邀 DJ 水果星球的小智，是水果人里的 Bass 担当。离开了那个有着完全不同景色的双子星，带着仿佛重生的心情，我们继续着旅程。这一次我们找到了一颗在星际地图上有标记的星球，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感叹，原来宇宙中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存在。在这颗和地球很相似但是略微潮湿的星球上，生长着很多粉红色的植物，还有专门为星际旅客准备的补给站。原以为在太空的旅程只有团员们可以相互依靠，刚开始是有一丝担心和害怕的，但是渐渐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宇宙的温暖。我们采购了一些回程所需的物品，更意外地遇见了没有想象到的人，在地球时一见钟情的女孩，那差点被我遗忘的心动瞬间再次引导着心脏有了不一样的跳动频率。在我的心里，初恋是一种美好的存在。在关于初次明白喜欢的感觉、心动的画面里，我觉得一定会有下雨天。就像电影《谁的青春不迷茫》中一样，这样的画面永远主宰着关于初恋的心跳频率。太空放风是关于自我和梦想的一次全新思考所开始的旅程。在我看来，人生其实也是一场旅程。我们从懵懂到学会去感受这个世界，再从自己的角度去探索和理解这个世界。在旅行的过程中，一定会有轻松和浪漫的时刻，那这首歌就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浪漫和轻松。雨后书店这首歌是我参与作曲的一首歌，当时在作曲完晃之后就写了雨后书店这首歌，一气呵成。后来再修改，就是通过录音前的几天，然后做梦梦到了一段旋律，然后这段旋律现在就变成了雨后书店的 C 段，所以也是非常巧合创作出了这首歌。雨后书店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我们的好朋友廖俊涛，然后当时刚做出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，我的期许可能是更偏向阳光海滩风的夏威夷风的作词方向，但是当把这个难题交给廖俊涛的时候，他突然跟我提了一个特别好的方向。他说我的想法，我的旋律是走向是偏阳光方向的，那我们就反着写。所以他想到了雨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其实特别有意思，我的想法可能和我这个人的性格可能更偏向阳光，然后廖俊涛和他的作词风格可能更偏向雨，偏向柔和，所以我们这种反差感恰巧促成了这首歌的一个词和曲的完美结合。廖俊涛生活中是一个比较温和比较包容的人，然后我们在一起做音乐的时候，他也是一个对音乐很有要求很执着的一个人，有他自己的敏锐的嗅觉，对音乐有着极高的品味。然后我们一起做音乐的时候合作非常愉快，因为雨后书店这首歌描写的是一见钟情的心动，所以为了营造更好的歌曲氛围，我们在歌词上也做了非常精巧的编排。在编曲上我们也融合了很多不同的元素，尤其一开始的雨声就能带我们进入下雨天的氛围。然后我们同时融合了波萨诺瓦音乐风格，融合了电子的合成器迷幻的音色，同时加入了古典吉他，也让这首歌的听感更加丰富。C 段用了不断转调的方式，也让整个歌曲更加有剧情感。无论是雨天晴天，我都希望你能感受到
属于自己最美好的那一天。渺小与庞大，鲜艳与灰暗，年轻与苍老，在水果星球上存在着很多的烦恼和压力。如果你想要逃离充满困惑的生活，那么请跟我们一起在网易云音乐开启一场太空之旅。那些看似明朗的会有自己的烦恼，而那些看似暗淡的也会展现出闪光的生命力。希望在太空展开一场旅程，寻找一个星球指引内心的方向。从来没有想过在这场逃离地球的旅程中会有这样意外的相遇。再次的交谈，心动依旧，也让我再次深陷那个雨天，在那个书店里的偶遇。这么想来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无法预知下一站会走向哪里的旅行。我们可能真的只是暂时迷了路，并且也急于想要看见更加清晰的未来，而踏上了一场寻找自己的旅程。虽然我们在生活里经历了压抑、失望，但也真的有很多幸福快乐的瞬间，还有在人和人的相处间那最原始的心动和浪漫。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的去爱自己，勇敢去面对自己想要的未来。很期待下一次浪漫的相遇。在雨后书店里制造了关于你浪漫的话题，就算这雨会停。